我们现在组一队哈，木人，哇，五只全 no max， 然后龙科带一个，带一个什么好呢？带一个有减 CD 的好了，两木减二，三龙，哎，这怎么是龙？啊，这个啦，这个人是三人，对，三人减二 ，OK OK， 就决定四个了。好，来哦，来哦，来哦！该的时候让你们见识一下真阿土伯的那个伤害了。有没有升华过后的好友？空气不是回复，哎，回复。哎呦，夏天，我们用夏天好了。好，来哦，来看一下队长技是车行道藤木，变六倍，最高变六倍，然后消除一坨木珠15颗或以上，攻击再提升 1.5。所以最后会变成81倍的倍率，非常非常可怕。木人装，好，来来来来，先存一点新珠哈。然后，哎。哦，回复力还是不错嘛，因为都是人类。OK， 我们先做一颗强化珠哈。哟。哇，不知道该怎么。哦，这天降一个 H， 好像还蛮痛的吧？感觉快死了。哦，天降一组星，哦，又天降，哎，这是不是有木珠加成啊？好会天降啊！啊，我的木珠被转掉了，变成一堆的暗珠。哇哦，看不清楚版面了。啊，这样好了，这边先开一次龙科，因为我需要补个血。开龙科补个血，顺便捡个 CD。因为这龙科有补血又有减 CD， 所以先开一下。啊，这阿土伯应该快跳了。OK OK， 哦，三只跳起来了。看好了，看阿土伯技能，然后天啊，这版面有够难转呢，前途茫茫。四五六有没有15颗？有，应该是有。看这伤害哦，哇，300多万哦。好，再开一只，哇，好像没有15颗。这有没有15颗啊？有有有，这一定有15颗，看那个伤害就知道了。好，这边3颗电极，卡土窝。好，消到了。好，这边添一整坨木，超过15颗。哦，直接带走300多万哦。再开一只，天啊，真的开不完哎。好，版面全消，30颗木。哇，木围城。哦，500多万的伤害哦，超痛的。好，这边。好，再开一次，反正下一关用不到。
哎呦，好，这边天降27颗木，海豹多入侵一点吗？这样呢？太屌啦！然后阿土伯的对讲机好处就是它可以无视两秒转珠，所以现在我其实是五秒转珠，就跟一般的转珠是一样的。好，这边稍微先存一下技能哈，存一下技能。有点痛，有点痛。好，这边差不多都跳了哈，开一支。一整头木，哇！看这个天降真的很爽哦。手敲几颗就掉几颗木。好，这边的话，我觉得我们要开个龙科哈，因为我也懒得去清泉板了。啊，没切好，算了算了，这边开龙科，一整头木。哦，27000。哦，1000多万哦，超级痛的。啊，这边再开一只阿土伯。天啊，天降甘露哎，真的不是我来讲。哎，没切好，没关系，天降一整头木。哦，400多万直接带走。天啊，我觉得如果加木屋的话，这个伤害一定会破表哈。然后这边。开渣土，然后33转，OK， 一个8 combo 加上9 combo 天降，哇，直接一波带走哈。这队伍太 OP， 账会不会减血？应该是不会啦。好，我们到王关了。你好，又见面了。开渣土。哇！一整坨，直接带走左右手。再开一张阿土伯，我们单开阿土伯就把九凤凰带走，2000多万的血哦。单开阿土伯，一坨木珠，哦，直接把2000多万的血带走了，单只来到600多万哦，超痛的。啊！呀，这组如果再加一个。加一个木屋跟一个结板的角色，4只阿土伯应该就够用了啦。太扯啦！安安你好，哎、欸，座野 ，Hello。哎、欸，已用指定龙哥拿个指定分数，好吧 ？QQ， 哎、欸，九凤凰出现了。啊，简单的说就是这对。如果没有什么真的很特殊的盾的话，这队真的是可以从头碾到尾哦，连续6回合的几千万的爆发，